40174052 圈的啊，小圈口的，贵妃手镯啊，这款手镯非常的冰润啊，非常的冰啊，看得出啊，哎呀，不过还是有点棉啊，棉晶体之类的啊，在里面啊，有点小杂质，但是整体看的话啊，非常不错啊，看一下。啊，从外部看的话啊，瑕疵也是比较少的啊，基本上没发现太明显的瑕疵啊。镯子整体的话也是呈现这样啊，淡淡的淡绿色啊，一点点啊，类似于这种啊。透光的话它会变白一点啊，其他的话啊没什么啊，非常完美的一款啊，贵妃手镯。